咱这种欢喜，咱大家拢会当来咱这个圣堂，圣公地界开发的地缘。啊，有这个地缘呢，就是承蒙啊上天的慈悲，周处的佛祖，诸尊诸佛的代表。以及咱老前人五代遗心，前人不离俗，后将人数的好心还有心，加上咱做的前人不然遗憾的遗心。这个信仰，才能开花，才能更加有重要的信仰。第二呢，我们有咧讲有文字的远方，咱今仔种欢喜，咱南清大会的王先生咧，朝里的严老师啊，来给咱鼓掌。阿妈，先不来，要来感谢你，这是做熟悉。是咱罗马教公修啊，是行足大个代志。啊，咱大拢知影咱这信仰，从咱开始规划建设，已经到十年了。这段期间，咱的前人、历史、各位点人，做了非常的用心投入。啊，咱到这信仰才能重要，才能好。不历史，把你做弥补。希望有这这庄严的信仰，会当来接引较侪兄弟姊妹，大家咱讲来亲咱这道场，啊，更加希望借着这道场的关系，来激发咱道，咱大家会当来发心，咱提升咱自身的道场，以此呢靠这个因缘，靠这个善根班，所以希望咱来先不谈主义的事。前面的功夫，伊的时阵，咱大家拢诚心来聆听。咱当初你做你做伊的时阵，大家拢咧心心的受教，希望大家今仔日用咱的道学进步，发展成果，真欢喜，会知咱重请，有你做来开做。